邹市明染莹莹为三胎儿子办百日宴，孩子随母姓，哪吒造型呆萌可爱。众所周知，邹市明和他的妻子染莹莹其实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但是没曾想过，去年的时候，再一次有网友曝出染莹莹已经怀上第三胎的消息。前段时间他也终于顺利地生下了第三胎，但是却一直没有透露孩子的性别。而冉莹莹和邹市明也相继在微博上承认了自己已经生下三胎儿子的事情。据了解，三胎儿子的姓氏随了妈妈，这也是邹市明对于冉莹莹的尊重。甚至于爸爸邹市明还在百日宴上给儿子披上了同款的哪吒造型，也是非常的软萌可爱。你们对于邹市明三胎让儿子随母姓这件事情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看到邹市明三胎儿子的照片，很多网友也表示希望这个小儿子的长相能随妈妈多一些，